是 of a plateau unitude from the Minions have spawned. previous hit event, one in creation her slave form E2S got a new turtle。 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有这个六个连击点啊，你可以从 E 打到 S。沙弥抓，GAS 3.5百分之米勒特斯利波波勒，啊，就是这个每上升一个连击点可以获得3.5%的移动速度，啊，波嘎德，明白了吧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下路可挺让人难受啊。给我勾他，别动！你别怕呀，你别怕，你别怕，俺俩随便干他俩，他俩皇子一级是个屁呀！他只要稍微勾的能，稍微能勾中的那么一点点就行。我也是个近战，不用害怕。不用害怕啊，我也是个近战，只要能勾得中就行，就干。那皇子是 AP 的吗？我这近战不虚他俩，说实话。哎，为啥这皇子没升，骇客升了呢？你看现在连击点是 E 啊，就是我打着他一下了，那就是 E；打着两下可能就是 D，那打着三下就变成 C，打着四下就变成 B，然后再变成 A。好，他俩永远也杀不了我了，因为我有 W 了。配合不是很好啊，配合的穴位不是很好。跟泰坦兄弟没配合好。为什么不一抠？一抠了没出来呀，卡了。那能一抠的，我还不一抠呢？你说是不是？那这玩意儿呢有延迟，理解一下啊，把理解放在公屏上。空一手线儿来，我们别往上冲，先让这泰坦往上上，只要不让他近身就行了。他俩必须得近我身，我不用近他俩身，你知道吗？这他俩就很难受。他勾泰坦就让他勾，无所谓，直接干他。你别害怕，你这种兵线你就直接勾，咱就别勾这小兵，行不行？别怕。别怕，别怕啊！
让他俩先收，没事，让他俩先收一会儿兵，我查个眼儿来。我站在他俩塔下跟他俩玩，那派克要上来就直接就 A 他，平 A 就行。来人了，撤。哎呀，摁错了，把 W 给摁了。好，难死啊！哎呀，一没一出来玩个屁！哎呀，可太拉了！这没一出来可太伤了！哎呦我操，伤死我了！拉了这波，这皇子三个人头了，一会儿六级，我让你们看看我伤害啊、哦，让你们看看我虚区，就打这俩近战，尤其是打这俩近战。派克搁旁边呢，兄弟，咱俩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了呢。这样不行啊，这空着来。看他俩怎么办。一会儿你溜了就直接就干啊、哦、不用害怕。这没什么好怕的。200颜值也不算太卡，那确实。我平时用的玩的小骂王3000颜值呢，这才哪到哪呀？这他妈游戏还掉了，我操！这怎么回事？我估计又是像刚才那样，十个人都一块掉了，你知道吧？十个人都掉了。全掉了，谢谢北方有田木。我估计是，就上马也是，上马也是十个人就都掉了，你看都掉了，看着没，全掉了，但对面不掉，你说这神奇不，对面不掉，俺们掉，对面不掉。真的神奇，给我这么大一波兵没收着，哎我操了。泰坦是不是马上升了？升没升？我都七了，你还没升六呢？摁闪了，为啥闪没出来呀？啊，是吧？闪现是撞墙了吗？不能啊！
而且我告诉你们啊，跟他们玩吧，不能玩那种极限，这玩意儿呢它有延迟，你知道吧？他刚才他勾我放 W， 我本来想用 W 挡他一手，并不是我反应不行，我反应一点毛病没有啊，就是放不出来。跪，来血中路。哎，这一波可以干兄弟，先杀这乌迪尔，哎呦，你跟我打，你在开玩笑兄弟，打皮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么地儿吧，没空吃着，这么地儿。来把大剑，把我的小枪给我收起来，这怎么还有点卡了呢？这他们要打小龙，哎呀我的天哪，给我冲来，我大招没虚地，给我上来，来来来，给我锤他，能打死不？哎呀我操，艾克没死，乌迪尔没死，派克也没死，玩啥呢这呀？啊，这是玩啥呢？杀残血，没一个打死的。可真是练人难受啊。俺俩打对面肯定是打不过了，泰坦的兄弟他就没有勾，让他来越塔来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干，你知道吧，你就勾着派克，对，太疼了，这兄弟不行，这俩人伤害确实是有点高。我，你勾派克的话，皇子一 Q 我不行；你勾皇子派克一，我还是不行。这皇子这个一 Q 他没法挡，挡不住。算了吧，俺俩还别打了，打不了。我装备不够，我要装备够，俺俩干还行。谢谢是伊娃的飞机，负E没伤害，那负啥有伤害？负W有伤害。
这英雄 E 技能杀完人刷新的技能跟我说不复E，我给你复个大招得了呗，你觉得？嗯？你看行不行？走，回家出我们的西兰刀，过来来一波啊！我大招让人给断了，我操！哎呀，给我抠死了，给我一抠给我断了，我大没出来，可太膈应了，哥。还挖爪扣，你给我打死他！这波没全收属实不应该。我就应该出布点孩子。我们家这刀锋有点无敌。而且对面没有 ADC， 应该挺好打。刚才想冲进去打一波连击，放个大招，我操！让黄子给我一抠起来了，要不然刚才收割一波，我们直接起飞无敌。这你也给我呀，来死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下路刀锋快救一走，哎我突突突呢，快快快快快，我放一下，哎呦我！你们有没有发现这英雄走 A， 带翻滚的，后空翻。谢谢是伊娃的三个飞机儿。这波俺们虚狙环境不错啊，这把就得绿叉了，这把就不能再出火炮啥的了，这把得右一点。一会儿给你们来一波标准连招啊！来来来，一给我来滑铲！别不走位。滑铲过来加血，这个怎么能中了呢？这狗，哎呀，这个狗不应该中的呀！马上我就有 W 了，没 W 出来，可惜了。兄弟，他俩可有点猛啊！W 呢？吸地了。漂亮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这小王八怕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新英雄，这是我单挑一把铁男，你们觉得能打过不？费点劲，这不是我们 AD 该做的事儿。如果我这把是个打野，我就干他去了。我可以封着他，来了啊！封着一波，
快给我进去瞅一眼，万一他搁那里头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把这蓝打了，一扣耳链接旋转闪现 W 进场接，这波怎么全死了呢？天，这不应该呀！哎呀，连击没出来，让人给我拍那儿了，让屋里人给我晕住了。W 进场打连击呀、啊！这没打出来连击，没有大招出来，无敌人给我拍那儿了。哎，打大龙去了，来来来，他们家没伤害还打大龙呢，全死那儿还。急了，急了，就这么点小破伤害还要打大龙呢？来打一个我看看。马上到，兄弟们！高德莱克是吧？嗯，高德莱克是吧？啊，高德莱克！你给我死！还高德莱克？打小龙来，狗熊咋又是 AP 的呢？来点右装啊，这没虚区啊，这他们家也就这派克跟皇子了，那艾克也没啥用，一会儿保护我啊，我的虚区非常的高。我们先去这边看看这个大龙他们打没打，我去扫一下。哎，这 W 技能是真是兄弟们被秀了，这乌迪尔都没打过，我操了！这派克一个扎了我三分之一血，这晚了呀这。不能啊，我有三能杀他，行，你闪杀他，我差了800块钱把派克杀了，这俩主要是这俩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刚才我杀那艾克，那艾克正好大了。我们的虚区环境啊，其实很不好，你知道吧？前排不够，泰坦吧，它不太够用。把派克给我杀了，派克，这家伙，那皇子看着我一扣德玛西亚，就这样似的，真是有点不太让人活呀。
他呀！我说你干他呀！这不杀他？行，大龙没了就没了吧，给了吧。本来我想拿个红的，杀的可挺慢的。我估摸着呀，这无敌人可能要来。他就平 A， 他一共平 A 加447的涌泉之恨给我 A 死了，我操了，我不服，我真的不服。他就 AAA 九头蛇加个大给我 A 死了。嗯，我真是不服，我不服，刚才这死我绝对的不服，太他妈疼了这。不过我已经无尽了，让我 E 一下。哎呀，这家伙也不是我不过去呀，杀这个吧。他跑得太快了，算了，太追人家大狗熊。他们家这么打应该是要翻盘了，我马上就无敌了。看有没有红哦，还有红，可以。这跑的跑的还挺快啊，也派克是不来了，派克来了呀，兄弟，咋办呢？他是个屁他。这我就救不了，咱实在是没招了，确实不行了啊，这只能说是上当了。派克能杀不？把派克先杀了，漂亮！这波越塔还越呢，让他们越塔，来个春哥出个蓝盾，我操了，我让你们杀我，我看你们还怎么杀我啊。太干的这刀锋行不行，男刀锋女刀锋双锋隔壁差个平 A， 差点意思，不过还行，俺们家拿了条龙可以接受啊。先出春哥，我们再出蓝盾，这样呢可以让那个派克呢少炸我们一下，我马上就无敌了，真的，我马上就无敌了，给我干他来。
不容易啊。那铁男老幼了，那铁男他出的全是护甲装。挺不像人呢，我发现。嗯，哎，我刚才是满城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他是点盐了给我。我说的。变成黑白电视机了。兄弟们，这回要是全死了，可就没了啊。不行了，没了，死光了。看他们拆不拆吧，他们要是不拆的话我们还是有机会的，他们要是拆的话那就没有机会了。你决定买个派克，我跟着泰坦配合稍微有点问题。正常这英雄下路其实配个泰坦特别特别强，是别撸再别撸，你们会为你们不拆基地而后悔，兄弟我就这么告诉你。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能狂妄成这个样子，虽然咱这是测试服，但是你们会为你们的狂妄而付出代价。你要知道 ADC 在后期是很猛的，虽然我们前期是个屁。真的马上他们就后悔，看着的吧。先来个蓝盾，蓝盾出完干嘛，死亡之舞，收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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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收家别收家别收家了啊，猛给他们，不要收家。别死了啊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你瞅瞅的，哎呀我加血没认出来，我操，真鸡儿烦，走下基地快，完了基地爆炸了，哎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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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守得住守得住，问题不大。吃兵啊，这开大手，这有大龙 buff， 快快快守住，这个时候还得是 AD，守护雅典娜，快守住大侠，狗熊马上活了，狗熊开大出来，狗熊给我砸，给我守住守住，兄弟们
不要放弃，有我出来了啊，我出来了就好了，我这守塔无敌。守住了，守住了啊，守住了，问题不大，再来一波。这谁呀？这派克，跟我打！哎，这后边这是，嗨，没办法，家没了，乌迪尔偷家了，这不行，这再来吧，最后一把，受不了这气。